Hello， 马秀到了星期五咖啡。今天先开个箱哦。今天来做一个黑糖拿铁。白萨基尔 2.0 拉花钢杯，打开看看啊！我觉得蛮酷的、哦。接粉，你转对不对？它会把粉整平。说我们要粉要放到这里，把它转紧。这样是可以确保它很平整。艾比，在这里吗？哎，嗨，嗨，你要把这个东西，我要买。我们做法就是会牛奶里面先加一点。牛奶的时候，里面一定要先放一点黑糖，好不好？味道叠起来才会比较协调一点。好，很顺哎，我们的祝福配方有厉害。现在几月？三月了，下个月就开始要研发2.0了。哎，然后这个蛮好用的，打出来蛮绵密的。最后一口就是精华了呢。这如果你要自己在家里做，你就是拿个那个法式绿压壶牛奶打一打。反正你就记得啦，牛奶加热的时候就是黑糖要放在里头，倒上去也可以，不一定要拉花啦，因为反正也看不到，口感好，牛奶跟那个浓缩比例搭配好就可以了。好吧，这很简单。下星期五见，拜拜。最近哦，季节转换嘛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有点情绪不稳定，你知道吗？脾气很大，不耐烦，自己要想办法让自己的那个情绪好一点，好吧？有问题来要处理，好吧？因为最近我们其实店里大小的事情也是蛮多的，一下什么净电机坏，一下干嘛干嘛，然后这个个人觉得是喝了会蛮开心的啦。送了。